下一集。我叫刘国红，每次碰到你都没有好事，希望不要再碰到你了。你现在是我们这里的绯闻女主角。我哇，这么多人欠住院费啊！你们把我妈推到路边吧。小心！老友万岁！你可以上 Toggle 观看更多《老友万岁》的集数。